大家好，我是白董。大家好，我是 Sean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来把最后的两箱开完。其实本来是要找我们的老朋友张信来的，不过他因为腰伤好像蛮严重的，所以就没办法来。让我们一起为他默哀三秒钟。好，祝他早日康复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找了快乐阿翔。Yeah. 来陪我们一起开箱吉他。为什么叫他快乐阿翔？大家知道吗？他之前刚买了一把几万块的吉他，一个礼拜琴颈就被他不小心弄断了，然后他还笑了出来。所以他快乐。好，来看最后的两箱，让我们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鬼东西。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开前面的五箱啊？然后我们有开出两支全单，那两支全单全部都爆了。然后今天这最后的两箱，希望有全单，然后它不要爆的。怎样全部都爆了？就有一个是那个底板破裂，然后一个是头直接少一半。古典。这应该是 leg， 好准哦！哇，看起来是不错哎，看起来很新哎。检查一下，天六六，这一只是合板的面带，哦，状况蛮好的。因为上次我们开箱的话，有的真的超脏的。虽然说它这个六六是合板啊，但是它的这合板是昂贵的合板哦。我记得他们好像大概 leg 以前他们比较好的合板都一张卖六七八千块。哼，来，开下一只。我觉得刚刚那样算好的开始了。哎呦，感觉就很烂。Hanger Wu 哦，是不是？有那个小 EQ。我觉得这支状况都不错哦。嗯，那一支状，对，我觉得看起来对。有点脏而已。其实我蛮有想说，这个箱子啊，直接一整箱看五千六千，有没有人要买？哎、欸，搞不好赚到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是一定赚到的吧。目前为止，我觉得都比上次好。嗯，我上次跟，哇哇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袋子，哇，袋子不错哎、欸。这样，先打开再说。先打开再说，应该是好的，应该是好的。我们要充满希望。哎、欸，我们开了，有一只有袋子的、欸。这只，哇，哇，这只，哇 ，OK 的，我看一下，哇，而且市价都写出来了、欸，市价8800，干。早知道找你，早知道找我，他那么两箱都是合板，要不然就是断头的，要不然就是那个超旧，都是有问题的，要不然就是水牛少几颗的，所以想，哎、欸，这一只很完整，嗯，而且它是面单电木哎、欸，总是有琴带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干，我觉得这只有赚8800，我觉得这箱我已经有感动了、欸，之前的好惨哦、喔，可恶的阵营。啊、感觉是这就很废的，嗯，可以丢掉啊。这叫啊 ，Dite， 一看就是合板琴，而且它很酷哦。大家知道多酷吗？是不是少一半？嗯，这个还在，没关系啊，基本上这箱已经赚了啦。对啊，啊，干，这是怎样？俄罗斯娃娃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们上次也提到，超烂的，这直接破掉。嗯，有旋没旋钮的一把合板琴，很入门的。你这两把就很差了。对、啊，那两把就很差。哇，俄罗斯娃娃超烂的。对，所以我们说有看到俄罗斯娃娃都很不妙。哇，绿色合板，黑色。S X， 一个很旧的台湾品牌，这应该也是合板呐、啊，但我觉得这只外观算完整，少旋钮而已。嗯、对，哎、欸，还有上枕，没关系，也没有下枕，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小镇都会调。好，我们趁着刚刚拿到那一只旅行的 Cousin， 我们继续来开最后一箱。感觉已经用完了，因为后面三只都是合板。你这辈子的，我这辈子的运气已经用完了，就在刚开那一只。对，结果开的还不是我的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哇，这弦距好高、哦，而且这把屌了、哦，因为它面带合板看不出来，因为它直接漆掉，直接做一圈。啊、哇，这是弦距高哎。可是这样的话，要怎么特别看它是面带还是合板？听声音吧，真的是很惊喜包哎。对啊。来，我觉得这只就可能有点可怕了。啊。哇，你也太准了吧！我因为刚刚拿起来的时候，我有听到塑胶跟线材彼此震动的声音。
哇，好黏哦，好恶哦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下面，这是发霉吗？木皮掉了。我真的看到那种俄罗斯娃娃里面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真的。那个梅香的保底，啊，爆了！啊，这一支型号多少 ？T100D。真面单，但是还不错啊。真面单爆了，好吧。好，继续。有箱子吗？没有。这应该一看就是盒板。嗯。哇，它还有装 EQ， 然后又把它拆掉了。感觉下面也有粘过，也有修补过。开这个开到后面，其实已经越来越麻痹。对啊，你就觉得应该很难有什么好东西了。也是那个。对。噱头。哎呦，搞不好这是好的哦。T222D。面单。哎，我就说我手机不错啊。好啦，我觉得你手机真的算好了、欸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分一把给我？不要。好，最后一支，来，我们来赌，赌一百块，好的还坏的？好的。我赌坏的。不要，那我不要赌好了。赌好的100，100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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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韩宇轩，你觉得是好的还坏的？坏。晨曦，好的还坏的？坏的。我赌坏的。我没有要赌哦。哦，好的。手机真的很好。对，我手气真的很好哎、欸！我一箱三个保底哎、欸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它旋装反了啊、哦！这是左手琴。啊、哦，左手琴啊、哦，左手也 OK 啊。但型号嘞？型号是 T66LD。那这支是合板的左手琴，虽然它比较脏，但是看做工就知道这是好的合板琴。好啦，那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福箱我们都全部开完了。那我觉得阿翔的手气很好，就中这一支啊。而且还有袋子，唯一一支有袋子你开出来的，今天至少没有断头了，没有断头订单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边啊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上分享。我是白董，我是 Sean， 快乐阿翔，快乐阿翔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